大家好，我们是木栅侦探团，我是小魏，我是小安，我是小花。我们今天的主题是音乐追追追 ，music。起来，动起来！我们今天到底要追什么？追什么？我觉得应该是追名牌包吧。追名牌包，那。没，错了错了。木栅有好吃的煎包，应该是追煎包。追长颈鹿水煎包。我比较喜欢用吃的。长颈鹿可以吃吗？等一下，你冷静一点。我们怎么？你们说的是要追买东西的啊？这个是追吃的，还有动物的。追辣妹？不对，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音乐追追追，所以我们应该是要跟音乐有关的。那追什么嘞？我们往下看。哦，我点过来了。哦，我来。好。音乐来了，听听看。来，第一个任务，猜猜我是谁？这个音响呢会播音乐哦。来。仔细听一下，有点小声。小事交给我，我是侦探团的这个助理。助理。太棒了，希望你以后可以加入我们木栅侦探团。可以吃煎包。不要再说煎包了。等一下，这个任务呢，要请大家先帮我扫描上方的 QR code。好，这是什么音乐？这是什么音乐啊？什么乐器的音？哦，它是一个乐器组合。扫描进去之后呢，要先请大家扫描前三名，有礼物。好，要先请大家帮我写上你的名称。报告，第一特奖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是什么？小花到他家吃一餐，全跑光了。我以为你要说是煎包。OK。好。来，我们准备开始哦。阿伯啦，人阮阿伯送出去，你就直直蹲。你是马来人呢？我们有别的啦。我们有别的。我们用投票小考啦。你看。我不，这个我们不接受。我们有弦乐器、管乐器跟打击，请猜猜看啊！请用投票小考，跑太快了都不行。哎，还有13秒，这个是非常好用的 IRS 哦。这个是我们在音乐课啊用的非常多的，小孩子他总是会觉得，就像这位美丽的仙姑，他总会哎用下卡紧，无啦，那我哩用下卡紧，那哩老师的麦哲啊。拍谁哦？好，来，哇，现场有900位，我们来看看，答对了有谁？哇，打击谁？是谁？那个把他赶出去。怎么会是打击呢？再听听看，现场是稍微比较热闹一点了哈。再听听看，非常的温柔的这个音乐。舒服的音乐，想要跳舞了是吧？哎，有要跳舞对。太棒了。Okay、老师啊，听了是要从啥回啊？听了要从啥回？刚刚大家呢都选的是弦乐器，所以呢，我们今天这个线索就会跟这个弦乐器是有关的，所以我们下面呢要再来一个进阶题。不小心跑出来的哈，当作没有看到。好，等一下呢，会有两个音乐，那这个呢不是只有选弦乐器而已哦，要请大家帮我听听看，这是弦乐器的什么乐器？好，进阶题。来，等一下，老师，咱这个先。好。太明显了，小花。
老师，这个是 B 哦，等一下呢，你们出来要写 A 是什么 ，B 是什么，好不好？哈，来，应该是那个 A 吧？还是没有，那个我们就放着当做 B。来，这一个，没有，就不要。好，来，没关系，我们等一下会给各位。好 ，OK， 来，扫一下哈、哦，各位，这个 QR code 呢是即时互动的哈、哦，所以呢，你可以用手写，扫描完之后呢，请去点那个烟花，好不好 ？Bravo， wonderful， 烟花、哦、对不对？喷射星光。那你要写，这个是 A 答案，这个是 B 答案，我们就写 A 什么乐器 ，B 什么乐器哈。哦好，您现在听到的这个呢是 A， 好、哦、是 A 的音乐。啊，对对对，好。OK， 哎、欸，没有，因为老师在练一指神功。好，那老师们试试看哦。现在请你们把答案传上来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还要再扫一下吗？啊、哦！不要一直扫我，不要一直扫我，扫这里才有啊、哦。对，这边是 A， 刚刚哎、欸啊，那个是 B， 左边的是 A， 右边的是 B， 请你写一下，等一下 A 是什么 ，B 是什么？你又在干嘛？我怀疑他是敌军来闹场的。没关系，我们最喜欢人家来闹场，越闹越旺啊、哦！我最喜欢的学生呢。来闹，因为学生一闹的时候呢，我们就那种感觉就源源不断，再加上我们用科技的东西来帮忙，科技的东西呢始终来自于人性，来自哪谁的人性？老师的人性，老师是爱学生，想把教育把东西让孩子懂，但是音乐又是虚无缥缈哈，有了它真的是如虎添翼。见你哦，高八贵爷春几年鸟 ？OK， 好，老师，哎哎。啊、这里没有滑鼠可以控制。哎，没有滑，用点，直接用点的。按长按。好，现在老师。哎，有很多同学呢都已经把这个答案弄出来啊，怎么有那么多重复的？那个爱睡的是谁？怎么会有两个？那很正常，一气两个。但手在抖才会多抖几下就会出来哈。哦，有四个一样的。我们来看看哈，答案是一样。哇，老师。这个谁看得懂？看不啊！你不是啊？你在看我后边看不？没有，没关系，这样子太 low 了。哦，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，我们会被打趴。为什么呢？看不啦！我们在教室坐在后面的同学会看得到吗？一定看不到嘛！不是，比如所有人都坐在摇滚区啊，对不对？我们就长按。小花，你没吃饱哦。我来帮你。哎哦，这助理专业。徐敏一个手很好用，哦，连刚一个手我抓到了。哦，来，老师，接来写啥？哦 ，A 的音乐里面有大提琴，哦，很不错。那这个 B 里面有吉他吗？嘿，这看起来应该是吉他，不对啊。应该吉他了哈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们先来看一下别人的答案。艾美丽有了，来 KK， 哦 ，KK 也是。哦，要有动作。好 ，A 是 A 的话也是大提琴、哦、啊 ，B 是马林巴，马林巴好像是打击乐器耶。可是我们刚刚给的线索是弦乐器呢。这个同学很有知识，原因是他把学过的东西，有可能哦，马林巴比较柔和的时候会出现这样的音响。对不对？好，但是我们的音响这么好，只是现场比较吵一点了，所以您的判断有点偏一点点。你如果写一个呜，哎，漂亮，你看一讲他就懂。好，啊、来我们来看，哎，各位等一下，你有没有发现为什么点出来这么小字，但是我们长压的时候开，快呀！回去要这样学，知道吗？啊、
多丑的姿势。如果你用滑鼠的话，请用滑鼠的右键点一下，它就放大。如果你家呢是触控面板，那你就是长按。如果你上厕所出来洗的手的时候要擦干，不然长按它会不理你。好，这样知道哈。来，我跟你讲啊，我们的板子已经很好了，什么牌子的？ New Sonic 的啊。别的板子我吐破啊，呀个唔叮当。哦，学校不要跟我学校讲啊，因为坏掉都是我搓的。A 是，哦，这个很专业呢，哇、哦！来，我们请他告诉我们什么 ？Cello，Cello， 好，很好。B， 乌克丽丽，乌克丽丽，乌头帽，乌克丽丽，好，没有错哈、哦，哇！来，我们再找一个三四霸，我想三四霸最聪明了。你看他的答案一定会跟人家不一样。开，哎、开，哎，没关系，哎，这无妨碍。原来是要喊大声一点呐、啊哎！开，哎，好好，这位同学实在太厉害了，你下一次当老师的助手哈，我全让。来，三四八说叫做小提 琴，还有乌克，好，没有错。所以刚刚大家的 A 的这个乐器呢，大部分都是写小提琴或者是大提琴，吼、哦，没有错、哦。刚刚那首音乐里面这些都有，吼、哦，都有，它就是出现了这些的乐器。它是一个弦乐。的合奏，好、哦，弦乐的合奏，它是一个提琴家族，对，对一个提琴家族。那刚才听了很多人呢，就写吉他，其实应该这么讲，乌克丽丽呢，在夏威夷呢发迹的时候呢，他们有一个说法叫做小吉他，也没有错哈、哦。那就是把它做成现在一般吉他的形造缩小版，那它的名称叫乌克丽丽哈 ，U K E L O L E L E 啊，我们看一下，哦，它长这样子，有没有？长这样子。长这样子，长那样子啊、哦，很好。等一下啊、哦，对，还没有。好，那我们接着往下看。刚刚呢提到的提琴家族，还有这个乌克丽丽的，他们都是属于弦乐器。那想想看，这个弦乐器呢，它要怎么样才能够有发出声音？它要怎么样可以发出声音呢？老师，我怎样？它要摇下去就会有声音。来现场示范一下，摇下去。请问各位有听到有声音吗？没呢，小花，你在搞我乱哦，这样不行哦。好，我们来，下一页。好、哦，要怎么样让那个弦乐器有声音？很简单，你只要让它的那个弦可以咚咚咚咚咚，让它可以去震动，它会有声音了。好，那。我们要怎么样让这个弦乐器震动？可以用什么方法呢？好，现在呢又要请大家帮我扫描一下刚刚那个 QR code。来扫一下，扫一下哈。好，输入名称之后呢，你要帮我选择上面那个有一个问号和打勾的那个图案。哎，对对对对对哈，投票小考，好了，都好了吗？我们要准备了哈，一分钟。看到一分钟，基本上我给孩子一分钟就是多选题，让他们呢思考久一点哈。好，开始了。好，它是复选题哟、哦。怎么让弦发声发出声音啊、哦？不能告诉别人答案。哎，啊，你再扫一下。哎，各位来，这是复选题哈、哦。我通常会给孩子呢。有不同的选择方式，有时候让他写，有时候是 yes 或 no， 就落差，那有时候会单选，那又要复选。尤其我们现在在教学的时候呢，你不能给孩子唯一的键值，不能说啊你只能选什么，不行的，这样是限制孩子的这个创造思考 的能力哈。好，哎，还有11秒，十秒，哎，我们的孩子很喜欢玩这个。每次玩这个我都停不下来，但是绝对一定要踩刹车哈、哦。
就像各位呢，完了以后就停不下来，一定要踩刹车，不然你那一节课呢会被孩子带着走。上课就是老师带孩子走。好，来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好，哇，厉害厉害厉害！来，我们先看呢，那个黑色的是错。来，我们来看谁错啊？谁是学那个？其实我从后端可以去看了，但是现在没有时间。我们来，谁弹错了？谁错？啊？三四八吗？因为我谁选？好，来来来，文文老师，来来来，我们请文文老师表演一下吹，把弦吹响。来，老师给你来。这口无人起来，我佚佗阁唔进来。老师，你可以把口罩拿下来，用力吹，看你要怎么吹，让弦发出声音来。咚，咚，哇，有声音哈！哎呀，太棒了，我们给文老师掌声哈！用吹的绝对是不行了哈，但是呢，这里呢。用功摩擦，这个今天没有带弦乐来，哦，所以没有带提琴家族来，没有带提琴家族来，所以没办法给各位试哈。那我们今天带了两把乌克丽丽来，乌克丽丽呢，它本身是用手弹的时候，它是用拨的，或是用弹片啊，拿那个 pick 弹，所以呢。用功摩擦、用手拨弹跟用弹片都可以的，只要让这个弦震动。那这个弦震动呢？有人就问说：“啊，震动是怎么来？”后面还有，请静待后续哈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来第二个任务，就是我们刚刚在听音乐的时候，你会发现那个音怎么好像有。很高音的也有很低音的，那是什么原因会造成它这样子有音高上的不同？所以来，我们现在要来投票一下。哎，我们要看的是现在讲的是弦乐器，当然管乐器有管乐器不同，然后打击有打击不同。那我们现在聚焦在弦乐，好，弦乐器。因为我们今天课程里面聚焦弦乐的过程，好，声音大小声会不会改变音的高低音啊？你觉得会的举手。会的举手，有没有看一下？哎，现场公布无人啦。好，无人。零，哦，好，再来。好，来，各位，您觉得这个弦的粗细可以改变音高的？有没有？这个比较粗，对不对？不同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您觉得？哦，来举手了，现场有人举手了，老师。一二三四，从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，哦，有十一位同学，非常好。哇，一千多个人举手，你看数到最后都数不过来。然后第三个，速度快一点跟慢一点，你弹快跟弹慢会影响到音高的，有没有？没有吗？你确定吗？神哥，有一位。好，有一位。哦。你是哪点脑哟？一位也可以啊，不一定哦，我想不一定哦。哦，来，我们等一下实验看看是不是这样。好，来。对，那这个弦的长和短能够影响到音高的有无？好，一个、两个、三四、五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。一千一百人。哦，好，一千两百人。一千两百人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验证一下。好。我们的声音大小、這個音，大家都知道它不可能嘛，对不对？大小声不会影响音的高低。那我们来看这个好了，因为这个有人，我们请这个同学出来一下，那个乐器借他哈，请你手弹快一点，跟手弹慢一点，看你会不会有什么音高。弹一条弦就好，你这样慢慢弹一条弦，再用力弹一条弦。哇，真的没有不一样，音没有高啊。哎，我们这位同学很厉害，他知道情绪高没错，快慢是会让我们感觉情绪的会沸腾，但是跟实际的音的高低绝对不行。因为我经常有很多同学哦，到了六年级哦，他还搞不清楚，
他说为什么跑快一点就会沸腾啊，很高兴啊，很高兴不会音高啊。好，好，来选的长短好了，长短。我们谁要来试试看？那没有，我们那个来，你来好了。来，首先所谓的弦的长短，我们用一条弦来，哦，来示范一下。用第一弦，第一个不按的时候，它的弦很长。来，我们看一下镜头，让老师们看得到。哦，来，对，我们现在用的是百宝箱里面的摄影机镜头。如果我们这个机器呢挂了三个摄影机，只要不同驱动程式，它就会有出现三个镜头可以让我们选择哈，是一个非常多角化角度的一个学习平台，啊。哎，我们现在手指头有做一点移动哦，好，请观察一下我们的左手的部分。哦，你看从这里按到这里，这个琴桥的位置，造成弦改变了，哦。好，所以那个弦的长和短，好，是会影响到音高的。好，来，啊，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一个。哎，这个我们先把它关掉好了哈。好，那这个等一下哈。好，没关系。接下来呢，弦的粗细，哎，来，我们看真实的比较快。这个乌克丽丽，同时我们会教孩子，乌克丽丽是一个没有低音的乐器。同样一把乐器呢，哎，第一弦跟第四弦呢，跟吉他不一样，吉他的第四弦就是最低的，哦，它的第六弦是最低的。乌克丽丽呢，第一弦跟第四弦呢，差几音量，所以基本上你家如果在弹乌克丽丽哈，那两条弦换的是一样的，好，只是把它调紧一点，调松一点，好，那第一条弦跟第三条弦就有粗细的关系，所以细的我们都不按，第三条弦不按。从这里来，我们让孩子实际上玩到乐器，他了解。我们的上音乐课呢，我的习惯是一定会给他乐器玩，因为有些时候光靠科技的东西，小孩子会更模糊，哦，所以你的小朋友读小学吗？啊，来木栅国小。要准备读小学吗？来木栅国小，因为我们是木栅国小的老师。来，我们这就幸福啦，对不对？好，哦，好。那还有呢，因为正在调整，我们在，因为我本身也是台北市艺术领域辅导员啊，哈，哦。我们团长有交代，你出去就是我们团里的骄傲，说要特别讲台北市国小艺术领域辅导团，啊，哦，有空呢邀请这个邀请我们去你们学校哈，哦，我们会跟你们做示范教学。好，接下来哦，好，接下来呢？刚才我们探讨的是弦的长短、粗细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为什么弦粗音会比较低？同样一条弦，哦，刚刚我们讲过了嘛，哦，同样这一条弦，两条弦，这个细的弦，因为它震动的时候，本身材质的问题，它因为细弦的时候的震动会比较频率会比较高一点。所以音就会比较高，粗的呢，它摇起来，哦，比如说小花在现场摇起来呢，肯定没人看，因为线条太粗了，看起来没有分别。那是我们请我们老师呢，哎，比较身材比较娇小的老师一摇起来，那个线条就很明显，哦，那一样的声音的震也是这样子，哦，你很粗的弦弹起来跟很细的弦弹起来，那个震动效果是不一样的。那粗的弦震动的时候，音就会比较低，音会低下去，哦，那细的弦呢，音会高。那所有的弦乐器呢，也是用这个方式，用这个方式来造成弦的高低音不同，又让它产生不同的音高，这样晓得哈。
哎，各位同学都知道了，好，好，这里呢，刚才有讲过，刚刚我们讲一个很重要的观点，在这个字里面，在这个问答里面有一个字的，可能各位都没学过啊。假设你们都没学过，因为你们同学哈，有一个很关键的东西，我的同学有的人真会问。老师，什么叫做琴桥？哦，很多人都说这不是本来就应该知道吗 ？No。哎，琴桥是什么呢？就是这条，下面这条叫做琴桥。小提琴呢，它很明显有一个木头卡在那里，对不对？那这个乌克丽丽呢，跟吉他一样，它也是贴在上面。这个是做什么用？控制这条弦。可以震动的位置，好，来你看哦，琴桥近啊，所谓的靠近琴桥近是这样，我压的时候，靠近越靠近琴桥，我的线是不是改变了？其实它是因为靠近琴桥的这个距离的线改变了，音高了，绝对不是因为琴桥的关系而音高了，琴桥就是两个支点的一个固定支点。可移动的东西呢，一个点让孩子可以很清楚，所以我们琴桥是不动，手指头是可移动的。那因为手指头呢靠近了琴桥近，所以声音会高。好，所以相对的这个叫做什么？叫做弦变短的时候，它因为震动频率的关系，它音就会高。好，来跨家跨家，来你说你可跨家的对啊，我你要去了给他们的收窄啊。哦，这边等热闹，等那款音乐没有人在做，就这一边在唯一的一场了，来看这边，看这边。好，所以这时候就会变这样子。好，那再来呢？琴桥远，也就是我们看的石头，手指头离琴桥比较远，比较远，所以它就在这个地方。啊，你了解没？了解，给自己一个掌声试试看。哦耶，好，太棒了。好。那我们呢？其实讲那么多，各位会觉得，哎，小学音乐课没有讲到乌克丽丽，对不对？没有，一定是没有。那也只有木栅有在教。哦，所以没来木栅是你损失啊！啊，没来听 Musonic 这一场也是你的损失，因为有很多的讯息在里面，讯息量很大。为什么呢？我们教音乐一定会让孩子真的看到乐器，那真的在这里没办法背来。我们有提琴，有低音提琴，有大提琴，有中提琴，有小提琴，都有，我们都让孩子直接接触哈。好，来，那我们请老师继续介绍。好，我们现在呢先来介绍一下这个提琴家族，也就是大家一开始在听音乐的时候的那些声音。好，最小的这个呢，它叫做小提琴。那小提琴的原文有人知不？哦，原文，来来 ，violin。violin 那什么安怎写 ？violo 错，那是中提琴。violin 不用了，啊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双语的时候，有时候人在讲双语怎么样叫做双语？慢慢渐进的，先从音乐的语言它的不变的元素先开始，比如这个原文它本来就这样写，我们先把原文告诉学生怎么念，跟孩子讲，耳濡目染就会了。除了生活用语以外，生活的音乐英文用语以外，也就这位。好，来，接下来中提琴，来中提琴。哎呦，来又，哎，这位同学，我学中文。Viola。Viola， 来，请再见。哇，来给这个同学掌声一下哈，怎么那么厉害，我都不会写他都会写，哎，可见你们哪个学校的老师这么会教哦，万新国小的老师教的啦，这个木栅国小老师就要加油了啊，怎么好，那再来呢，第三个大提琴，我跟你讲我绝对不点他了，圣歌你好，我不要
悠悠。马悠悠，他就是他的英文名字，悠悠嘛，哎。悠悠嘛，好像是演奏这个乐器的人呢。哎、这位老师，哎哎，这位老师他学音乐的，他刚才跟我讲。Cello, C E L L O。答对了 ，C E L L O。哎呀，太棒了！我想，我都看美女了，哎，太棒了。继续。最后一个低音提琴，有人知无？有人无？会用的无？未用的举手。哎、欸，为什么要指他？哎、啊，来，未用的举手啊。未用的举手。哈哈哈！啊，举手爱叫爱叫回答哈、哦。来，老师。Double bass。哇 ，double bass 哈，我们都直接写 bass 就好了哈，因为太长了。哎、欸、，bass B A S S 没有错哈。Bass, 那 double bass 是因为低音提琴的关系哈。哎，我们这里先跟小朋友提醒一下哦，各位同学都会说这个叫做低音大提琴，对吗？不对，根据教育部在民国64年还是60几年有一个音乐术语标准翻译名词里面名列的 double bass 就是低音提琴，好、哦，这个很重要，因为啊、哦，为什么这个？秦始皇呢要书同车同轨，不然不能沟通嘛，对不对？好、哦，当然我们现在有我们科技啦，再像 My Billboard 的支持，所以呢有时候我们用眼睛也可以看得出来，那眼睛看得出来也要对、哦、好好，那没问题 OK, 那这个刚才我们就讲过了，我们就先跳过去了、哦、好，再来给各位老师看一下，我们都知道音的高低啊，绝对是有原因的，不能说这叫无中生有，对不对？我们让孩子知道音域在这个地方，这个声音最低的大概在这里，最高的往上飘，能不能再高？可以，就看那个本身这个掌握的精细度哈、哦。那这里是一个乐器容许的范围里面，小提琴。中提琴、大提琴、低音提琴，你看它音好低哦，低音谱表都下来，哦，越下来音就会越低。对，所以从这里里面呢，我们让孩子很能了解哦音域的高低。但是这时候来，我们回忆一下哦，低音提琴是不是很大支？有没有符合到？它又那么大支，弦是不是那么长？对不对？又那么胖的时候，弦又很粗，所以。弦越长，音越弦越粗呢，音就会越低。好、哦，这个地方在这个问题在这里。好，那这时候我们来整合一下，我们请谁来？好，来来来，那个老师鬼都不吭声，就没你的事啊。哎、欸，都啊拜托啊，都啊啥，都啊有啥一挂给他塞在口袋啊，拿了一包糖果塞我口袋。我们请老师帮我们整合一下，啊、用。用这个笔，有，帮、哦、我们拉一下哈、哦。好。哦，再来呢？哦，有在听哦，哦，有在听哦。哎、欸哦，对不对？太棒了！这位同学非常的认真上课。这老师是带着我们资讯的。这个领域的召集人哈、哦，我们非常感谢他。哎、欸，你是对一顶哇？啊，星期天的是吧？请各位星期天也要支持哈、哦。今天这接下来还有一场嘛哈、哦，明天也有，后天也有，大后天也有。我们连续4天，场场精彩，除了小花最精彩以外，还有人也很精彩。好 ，OK。结尾结束结束，没有了，结束这结尾讲结束。好，那到这里呢，虽然啊，各位发现我们的进度没有很快，小学的教学呢。不是快就好，要让孩子清楚、深入、深化、吞进去。你也吃不落，都没吸收。小孩子把它吃进啊，了解了啊，透过这样子来了解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这堂课呢，我们希望让孩子呢学到了弦乐的一些音高音低，有几个原因，一个是弦的高、弦的长短，跟弦的粗细，这是影响这个乐器啊，这个弦振荡出来的音的高低。那同学了解吗？了解哈，好，我们今天就到这里。
我们是木栅侦探